前是我 check 的第八天，我是在七号，8月7号的时候，因为一直发烧，很辛苦，不退烧，就去医院 check 到是 positive 了 COVID， 然后我就在家隔离，就一直吃退烧药，因为他一直发烧，然后我吃到，因为一直不退烧，然后我朋友就介绍我用这个医用的冷贴，然后我就好像这样子贴在胸口。还有后面，然后还有额头，我就尝试贴这个，贴了过后呢，它就冰冰凉凉这样，整个人会很舒服，然后它也开始没有什么烧了，你贴了过后它就会退烧，就可是当它发烧的时候，你把它贴上去，它就会慢慢的把它降下来，就没有这样烧，整个人就不会这样辛苦，而且是没有不需要吃药了。我到10号的时候，我其实已经开始没有味道，然后嗅东西也是嗅没有味道。